走。早，我刚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梦，梦到我们去一个温泉河，水蓝色的，都是烟。真的假的？不是昨天泡金轮温泉太舒服了，做这个梦。对，昨天泡完身体好放松。你赶快把那个画面传输给我。好，传到我的大脑里。泉的水之道，泡透明的温泉。哦，对啊，透明的，你看到是好烫哦。爽不爽？醉的。现在要去露露温泉。没错，我们昨天在池上过夜，然后早上就直接从池上开车上来到这个公寮这边。这也就是所谓的登山的起点。露露温泉呢？很扯，就整个山谷都在冒烟，整条河都是热的，出泉的地方可以到90度，可是要去也不是很容易，大概要走4个多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。这边的话是要有四船车才上得来。哦，登山口啦，一般没有四船车做接驳的话，都是在下面多走40分钟。然后现在旁边的山景很漂亮，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我们来自台东。我们来自台东，我们今天要进去露露峡谷。我们今天要进去露露峡谷。希望这里的山神，希望这里的山神保佑我们登山的旅程，保佑我们登山的旅程平安平安，安全安全，快乐快乐。谢谢。登山口就是这条路了，走喽。屁啦！小心！有没有怎样？那个先不要。我很完美吧？完美啊！第二步会蛮滑的。这样完美吗？一级。哦，导演还 A 人呢。还超伟。没有了。上来了。你要往前，你这个人，不要下去，然后手往下。休息的平台。这里有个平台，休息平台这边有一个类似小峡谷的地方，走了40分钟到这个休息平台，接下来会平缓，平缓完就开始抖下了。今天的大魔王，今天的上坡已经结束了，等下下坡。哦 ，Amber 说他还没发挥，还热身完，然后变格，汗都还没流。下坡就我的弱项了，好。下坡就是我的天下。这一段是休息的好时候，等一下下切就很累哦，下切800大概就是2.5个的立松温泉，而且比立松难走。养好精神，一鼓作气下去。那个牌子以后就准备下切了，下切了，恐怖吗？不会，我长大。
下坡恐惧二人组，可是今天好像还好。高的人呢、啊？看起来更高。哦，这样哦，啊，我们都很矮呀、啊。目前走一个小时，刚到下切点大概50分钟。对，嗯，预计再两个小时，吗？三个小时左右，还要再三个小时。怎么出现一个仙女？在有仙气的地方，人人都是仙女。没有，真会讲话。走1小时05分钟，有大平台休息区，满满大平台，然后又要开始下切。遇到爪痕呢，这是谁抓的呢？该不会是金刚狼吧？来，金刚狼来一下。啊，睡睡睡。讲一下海拔，一开始在的海拔是一开始的海拔1250，好，然后一开始我们就小陡上200公尺，所以来到1450。哇靠！哇塞，我前面这1250上200遍1350，了解了，知道了。然后我们在1450的高度，走了10分钟吧，就下切，然后要下切800。下切800到海拔650的地方，就是西边露露温泉哈。现在1200了，所以我们还有600。海拔1100处有一个平台，到这里就是1100了。我们剩下450要下降，这一段是最和缓的。酸啊，抖啊，脚快没力了。离溪底剩下300了，大家程度还不错。从登山口到现在已经2个多小时了，几乎没有休息，我只是坐下来一下就走了。大家都很棒。老板娘你还好吗？哦，哎，还好。他不知道我在拍，马上换一个表情。走了2个半小时，到一个遗址，这里有一个石头堆起来的遗址。我们现在走了2个半小时，大家很棒。耶、yeah. ！好像带什么营队哦，好耻哦。那我们要继续出发啦！哇！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往前一，再蹲，往前拍，好，再蹲。哦，借力使力，你有学起来哦。是不是。速度很快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快到了。阿邪，左边比较远，可是比较缓；右边比较近，可是比较陡。我们当然是走近的啊。我们刚选陡的那一条，不好走，超反的。然后已经看到岩壁对面的岩壁跟下面的溪水了。啊，这是水，啊、下去喽。老板啊，现在超快的。超强！美女泰山哦！要派我上半身！已经看到有人搭在对面了，我们快到了。一下来就闻到浓浓的温泉味，然后最后这里很不好走，很多段要拉绳。哇，看这一片，哇，好漂亮！那边已经有温泉了，这沿着旁边全部都是热的。哎、欸，已经躺好了、嗯。是的，各位观众，如果野营的时候要知道哪里的地方适合栽，就是像这样直接躺下来就知道了。你就是水平仪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的地方，我们先整地、啊。这是朋友的家。嗯、朋友的家，然后、这是我们的家。啊、我们今天我跟 Amber 简单睡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在野外搭天幕睡觉而已。我刚刚这样试睡还不错、尤其是露露这边温泉这里地都是热热的，然后我们的天幕又黑的，我觉得其实还安全感是有的啊。重头戏怎么样嘞？我家门前有温泉，温泉就在我们旁边，开门即温泉。这是今晚我们的鸳鸯池冷水浴，那边是。那个我们的自来水塔，
旁边有一个支流小瀑布，又拿来装水，然后过滤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从我们刚刚下切下来的地方啊，到这整个峡谷进去，边边都是烫的。你只要愿意挖手插进去，就是快烫到这样。等等，我刚刚都试过了，温泉蒸罩绵延好几百公尺啊，就是名副其实的温泉河。然后我们上去最热的地方，带大家看看。然后往前走，走几步往上面。哦，这感觉超烫啊！我来测一下。宝宝，哦，我以为你要用手，太棒了！我们这次有带温泉枪。哎，68啊，有拍到吗？有。68要怎么爆了？舒肥的温度。你看很烫。还好，92，我刚差点想用手摸哎、欸，蒸汽浴啊！我帮你量一下多少温度，78。啊，这里78度啊。哦，峡谷太漂亮了，那个中间在冒烟，我去看看。哇哦！好帅哦！哦，好热，好热，这里超热，超热。看这水多漂亮！水很蓝诶。对啊，很漂亮啊。阿凡达吧，很像诶。阿凡达二那个水，升天的感觉。好香哦。嗯，温泉味。哦，超鲜的，超鲜的。你们来点什么梦幻的音乐？哒哒哒哒哒。走。啊哈哈！啊哈！哇，好坏哦！呀，是被吓到的声音。阿凡达，谁知道？一只手游不过去哎，一只手游不过去。用力可以吗？再用力，再用力，可以。求生的人们，那边是冷水，这边是沙子很烫，傻眼。好烫哦！哎，不用做效果嘞，真的，知道啦，知道了。然后这里因为有滴水的关系，会出现石笋。啊，你看，这样子，石笋一根一根的，然后石头在上面，然后旁边就流掉了。啊，石笋。烟雾弥漫，温泉的世界，世界级的温泉，绝对是。哦，我这个点是热的，我现在站的地方是热的，哎，这个溪水，哦，温泉这样一直流下来，哦，好舒服，哦，好像是温水游泳。越来越热，哎呦，越来越热，这就是露露温泉的水之道，泡透明的温泉，哦，对啊，透明的，你看刚是，好烫哦，超高音破音，哦，对啊，透明的，Amber 已经在那边享受了舒服的温泉水，然后我要走上去烟雾的地方看一下。91.8，烫死我了！台湾的
舒服。旋转温泉。又在骑。哎，我们已经转两圈半了。喷出来的给它吸一下，往前一扑，应该可以吧？哎呦！不行，喷出来一把。因为差点变煮熟的鸭子。这边是冷水，然后热水就从现在下面这里冒上来，所以这里是热的。赞。有41、42、41，刚刚好哦。刚好呢。爽不爽？醉的。这是喷烟的地方，然后走到尽头，就到了。凯翁大峡谷的入口，凯翁大峡谷里面也是一直冒烟，有温泉，非常漂亮，但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。好了，我们从峡谷回来了，那就是峡谷，然后回到我们的家。在干嘛？天色渐渐变暗了，我们就煮饭，然后泡温泉，度过美好的一天。好，夜泡哦。仙女池，好浪漫哟！你是护花使者哦。Wherever you pray, wherever you lay, I'll be there when you call. 师傅，老实说，他用的已经很舒服，可是我还是不懂。不错，这样明天照跟他归哦。危险危险危险！哦，弹跳，师傅那条筋在表什么呢？男下半身不行，下半身惨了，帮他多按一点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上泡汤最舒服。这是我们的温泉，这是我们这两天睡觉的地方。这地板全部都是热的哦。我们晚上短袖短裤，搭天幕就直接睡，然后睡袋打开来稍微盖一下肚子而已，很像天然的电热毯。这就是露露温泉的特色了。那现在要走了，全部撤收完毕，不留垃圾，好，垃圾带走。睡觉怎么样啊？哦，很像睡电热毯，很天然电热毯。哦哦，有一些湿掉的东西啊，就放在那个睡觉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帮你烘干。对。然后下雨了，可以看到哈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去，回去应该会很难爬，因为下雨。整段路跟我们来的时候就不一样，我们来的时候很干，来的时候大概3个小时45分，3个小时50分到。我们回去应该会是4个多小时。哎，你的频道长这样多。坏朋友。太棒了。我挂掉了。有哪些？我找那种上坡超长的，找我去。啊，这上坡很慢。看到这个牌子了，3个小时10分钟结束，陡上800，终于快到家了，继续走。好，今天美吗？我想不到有哪一天不美。今天没化妆呢。啊，是吗？看不出来，都一样。哇，恭喜恭喜，来一个最后的奔跑吧，举起你的登山杖。举不起来了。I do it。 耶，所以到了到了。哦，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到了，最后的体力给它炸出来，炸出来！睡睡睡睡睡！头发好凌乱，请原谅我们这个真实的模样。我们终于回到
公聊了。总共花了4小时又10分钟，从鹿鹿温泉回来。鹿鹿温泉真的非常漂亮，你看那个峡谷那个水色，温泉的范围，真是心中的世界级的温泉啊。嗯，还有凯翁峡谷、大同电锅，都超值得去一趟的。感谢一切，感谢二哥跟小郭带我们进去、还有感谢愚者行健的装备出借啊。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，还有欢迎到雨海。然后，如果有朋友喜欢这一类的活动，你可以分享我们的影片给他。好，就这样喽，拜拜。哦，来下雨了，走走走，下雨了，下雨喽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